热烈最热烈的掌声来，谢谢他们。台南台湾在石化工业的笼罩下，它的空污现在是多么的严重啊！那我们的空气、水，还有食物是滋养我们身体的很重要的东西，可是它却不是那么的好。我希望明年我们的空气、水，还有食物，能够还给人类，对，还给人类一个健康的。原本的面貌。来来来，南都街爱穿人阿面，咱来看咱屏东这真爱兄弟姊妹，因安怎用伊呢？歌声来，甲咱大家来小掌声，大家讲好无啦？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，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，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，今日是那大家吃到底。在那边见证到了一个很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奇迹的事情，就是我站在那个阿朗伊中间那个休息站，在那个高顶上面，然后那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，我看到了绿岛，我看到了蓝屿，然后我看到了海岸山脉，我看到了中央山脉，我看到了在两个山脉之间的那个平原，对，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当时我自己心情的感觉就是，我觉得生命已经不是在这些这么伟大的这个地球的面前，我觉得个人的生命已经都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。给我们赎罪机会。